但是佛说观现梦怀泡影，这是个离相的方法。他说你做了吗？是啊，一天可能不行，你做1小时、2小时，不停的做。现在坐地上离相，现在坐地上什么也不想，修止观这样离啊。然后在事情上，比如说你说我看看我跟他的一个缘分，观他如梦怀泡影。我们不外乎生生世世，就不是逆缘就是善缘呗，是吧？要么我欠他的，要么他欠你的，是吧？然后要么你跟他在一起，也许有结果，也许没结果，也许有了结果以后还会没结果。这些事情生生世世已经经历了无量无数次了，可能是吧？但是我们是想拿佛的直接是什么用到实际生活中，就是说我希望的留住啊，通过佛法来留住啊，不要变啊，我不希望的通通离开我啊，是吧？这个直接好像起作用了没？现在这个世界也在起作用，因为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，这个世界首先让我们具备了承受力，但是我们脑子里还是希望美好的留住，不好的离去嘛，是吧？所以，但是呢，你有佛的知觉的时候，你就要依止，知道吧？你就遇到事情的时候有依止。我们是很聪明的，我们也知道一切都在变异之中啊，无常变异、旦夕祸福这些随时可能还，也许它会很美好，也许它会出现变异，是吧？但是每一件事情，我们总是恐惧未来，我们不想变，你知道吧？好多事情想，哎呀，他爱我要永恒的爱上去好了，千万别中间爱上别的女人啊，或者是啊我爱他，或者是我们的婚姻结了会不会走向善报，会不会有人祝福我们，妈妈爸爸怎么样等等，你很多想法知道吧？其实处理这些事，我们都会，凭你们的聪明到这种程度，怎么会处理不了？是有些事根本就没有办法。有些事是无奈，这就是，啊，阴晴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没有办法，佛来了也没用，知道吧？他没有办法，是有些事是没有原因，有些事是没有办法的。你说他喜欢你，隔2天不喜欢，喜欢上他了，你把他拉过来，那个心，是吧？人可以拉过来，把他瘸起来，是吧？瘸到你旁边，人呢？心呢？你能瘸住他吗？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变的，是吧？因为他就在变异无常之中，啊，人的是没有定力，他定不住。你以为他不想定啊？他定不住啊。但是我们痛苦，我们抱怨，我们在那妒忌，我们嗔恨，我们歇斯底里，能怎么样呢？是吧？这些都知道，好像佛的直接也在，这些也在，是吧？习气也在，佛也，我们还是照样犯病了，啊，歇斯底里，啊，生气，哭，啊，不行，怎么，很痛苦。犯就犯了，第一次犯得很严重嘛，犯病。佛的直接说，一切人梦怀泡影，啥也没梦怀了，是吧？再上座打坐，别犯病，别打坐，别犯病，别打坐。3个月后，这件事又发生了，好像犯病的时间短了呢。以前3天，现在犯了2天，继续啊，再念经啊，持咒啊，看圣人的言论啊，向诸佛菩萨学习啊，把自己的世界思维打开，还有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有很多外星空的众生啊，不是我，只有我们把自己打开，哎，慢慢1个小时，哎，犯病的时间越来越短，有一天，你成了这个世界的战士，在所有的情里边不受伤害，第一自己不受伤害，第二也不伤害别人，知道吧？然后你的情升华成了慈悲。然后你就可以带众生，你坐在那儿，你就可以帮助到众生了。也许你不说话，但是你身边的人会从你那种无相的状态里受益的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你是一个啊心情很低落、很难受啊，一点点事就患得患失，哎呀，坐在这儿，现在在享乐的，哎呀，这个也是我的，谁也是我的，哎呀，万一没有怎么办？还在那儿恐惧呢。就是佛说我们人类就是有这点，这就叫习气，你知道吧？在拥有的时候都不能享受，拥有的时候都不敢安心享受。就是你今天拥有了这杯水，你都不安心的喝下去，你说万一明天没有呢？是吧？越美好越恐惧，是吧？这就叫习气。拥有活在当下，不是我们经常说，我那你先喝呗，是吧？明天再说，明天就是一天，这也叫休息，活在当下，一点一点修。时间会解决问题，你的功夫会帮你解决问题。你只有不断的修，有功夫了，你才觉得理论才有用了。你没修怎么能有用呢？众生都不修啊，没修啊，总共是上座坐了3天，说腿疼，然后说屁股也疼，腰也疼，我是不是颈椎有问题？是吧？什么也就，然后呢说好像坐那我还越多了，我我干点活我还不多，我去收拾房间做啥？但我打坐不行，哎呀，杂念纷飞，是吧？收摄六根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已经放逸惯了，是吧？六根又带着认知、习气、欲望，你不静下来还好，你今天没事儿静下来，200年前的事也能想起来，是吧？你小时候8、9年的事你也没准出来了，那肯定啊，你静。这个很正常啊，因为你静下来从来没有真正静下来，什么也不干过。你主要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，你奔赴在你放逸在这个世界啊，你像一个勇敢的战士一样，要让自己活得更好，要让你妈活得更好，要让你所爱的人活得更好。你去努力的去赚钱，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，一直让自己有价值、有成就感，然后坐在坐垫上多没用啊，啥也干不了了，六根还得关上。又帮不到别人，又帮不到自己，是吧？然后杂念纷飞，然后想的还全是不好的、负面的，多没用的事啊，是吧？多没用，创造不了价值。所以很多人骂说：“你看见那修行人，自己也没修好，坐垫上浪费粮食，还浪费蒲团，啥也没修出来，坐在那儿乱想，然后说是美其名修行，家务活也不干，锅也不洗，碗也不洗，头发也不梳，然后呢，时间精力全浪费了，是吧？”但是所有的众生。一直在追逐有用的东西，所有的众生解着有用的东西，但是就像猴子在水中捞月，啥也到林中没捞住。你带走啥了？死的时候全部拍拍屁股一个人溜了。你能把这个世界的东西全带到中阴吗？带不走。你追逐的那些东西哪个带走了？最后带走的就是你的习气、欲望、业报。但是你坐在坐垫上，你在追求解脱道啊，你在收摄六根，你在从人力升华啊。因为六根是人力的嘛，你带着人力的习气啊，你现在关闭人力的东西了，那么佛的不出来啊，你还有个你是佛嘛，你本来就是佛嘛，你关闭了人力的，你是从人道起修起飞了嘛，等于你就像一个太空飞碟啊，你刷刷刷刷要腾空了，你得先把人道的这一块先了了嘛，人道先切断嘛，然后你才能进入其他维度嘛，是吧？你现在关闭六根，能闻的所闻的，你那个能看的所看的不是人力的眼根嘛，眼根看的不是人力的幻境嘛，你连地狱也看不见，是吧？甚至天也、慧也、法也、佛也那一刻上座都要关了，知道吧？你看那么多干啥？都是幻境嘛，你不是要关闭时空幻境嘛，是吧？所以闭关嘛，这个就叫关闭六根，就是闭关嘛，是吧？你过在一间房子里也不算吧，就是没修啊，你说。修止观，修止观呀、啊，修止啊，止息妄心杂念。妄心是什么？就是你坐在这儿，你的各种定义、认知，还有负面的信息或者正面的信息，都停下来。比如坐在这儿，听到修止观啊，你耳朵听到啥了？其实你说本能反应嘛，你随着时间你就会不再反应了，知道吧？你就不定义了，你就突破人力的维度，还有眼根打也闭上了，就修止观啊，止息妄心嘛啊，然后改习气，修止观，改习气，你一定要微细的觉照自己的起心动念里边蕴含的那种习气啊、妄念啊、那种颠倒梦想，颠倒梦想就是一定要这样，不要那样啊，或者占有、控制、征服啊，这种自己在那儿啊，那个心上下七荤八素的波动啊，这些这都是习气跟欲望的作祟的。这些都是常年以前那些惯性，知道吧？所以它也是个纸老虎，只是现在你的修行没有把这些，这就像垢一样的，你没把它清洗出来，你继续清洗啊。佛说最重要的就是杀盗淫，就是这个是个根本，其他的习气欲望在杀盗淫之上的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佛法里边说，你要是想洗杯子，先戒杀盗淫嘛。啊，这个大家又一说，哎，这样戒了杀盗淫，我还能做人吗？是吧？这难道杀盗淫就是坏的？不是啊，是你关闭人力的六根，从杀盗淫开始关。当你修到大菩萨的等级、登地菩萨等级，你就可以同时兼顾人道，同时兼顾修行。刚开始你是哪边也顾不了，你要顾解脱道，你就顾不了轮回道；你要顾了轮回道，你就不会走到解脱道。就说你自己开始，就是说不能一心几用，你达不到那个境界啊。这就像你在学校上学，你还能边上学边在街上玩吗？在边做生意吗？肯定不行嘛，是吧？肯定得先完完全全坐在学校嘛，是吧？上了座那就啥也做不了，是吧？哦，梦里边也挺好，因为梦境也是禅定也罢，梦也罢，睁开也罢，都是幻境。但是呢，相比较境界的话，当然睁开眼大家觉得是比较真实啊。因为你如果你定义这是真实的话，那禅定境界呢，相比较更真实，梦里边真实的真实1/3吧，就2/3的假的，1/3的有时候哎，正好瞎猫碰死老鼠，梦对了，有时候梦不对。我原来是跟着他被动的，后来听了您这个很。因为始终是个神识在那儿作用嘛，是吧？中医也是啊，就是我们死了神识在那儿，就是有一个带着认知、带着生死识认知的一个食神在那儿啊，那个东西让你轮转哦，一直在轮转啊，梦里边也是那个东西在作用啊，嗯，修止观啊，境界这种事，它真的假的又怎么样？你也。就是多梦点好梦也是好的嘛啊，比如每天梦阿弥陀，每天梦极乐世界，每天梦释迦牟尼，每天梦观音菩萨，也挺开心的啊，总比梦在里边哭鼻子好，是吧？啊，不想在梦里啊？那你以为你现在不在梦里吗？你现在也在梦里啊？啊，你说？我在梦里。哦，你看又梦里。我没骂你吧？嗯。如果梦里边有人跟你说的那个法门挺好用的话，也可以用一下，都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科也是着相啊。现在依止佛、依止佛法、依止都是着相的，先学嘛，啊，然后慢慢的再把这些相放。就是说，这种法相是可以，刚开始是要依止的嘛。你没有佛法，你怎么修行呢？法门啊，这些相先着了，然后呢，世俗法先放一放，慢慢的。佛法也要放，这不七传灯案嘛，《金刚经》里边连法相也要放啊，何况非法呢那些。然后法相放完了，那世俗法也是佛法，这就结合上了，是吧？刚开始你就还是依止一些，但是所有的法门依止不过就是止息妄心杂念，停下六根，放逸啊，心行的放逸啊，习气欲望停下，改变这些东西，目的都是一样的哇，都是一样的啊。至于我呢，我不太觉得睁开眼这个梦跟闭上眼那个梦，还有中阴境界，还有禅定境界有什么不同？但可能对你有不同，知道吧？可能对你觉得，哎呀，那个更真一点，那个更假一点，那就按你的来吧，是吧？也没有什么一定是什么啊，我没有一个答案说让你信或者不信，没关系的，你就游戏吧，啊，游戏不断的修行，按佛的直接修行，知道吧？至于是个梦，但现在这也是个梦，问题时控制我们，是不是？它影响我们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还没有觉醒嘛。那这个梦境对我们，它就算今天坐在这儿说这个梦是真的假的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对你说假的又有什么用？你不那就苦着嘛。就算假如我们的身体得病了，病是如梦幻泡影，能有什么用呢？我这样说一句，大家就解脱了，是吧？没有啊，大家还需要自己去调，那甚至还要医治医药啊，是吧？来去解决啊。